我魂天地刚刚处理了一群小嘎嘎，浅赚了一笔，就浅赚。啊，这算浅赚吗？我家坟头草都没被薅得这么干净过。反骨仔，你没事吧？大人，我没事。这回天地太狠了，衣服都不给我留。你算什么？我裤衩子都没了。安保至极，家族不来，简直是明确的不能再明确的选择。拍什么拍？编剧你还拍？不怕碰炮啊？魂天地大人，你现在的实力大度无比，是真的突破咒语了。比蒸菜馆还深，那还来这溜达上直接统一大国？就算统一了又怎么样呢？就为了路边看见条狗都给他两大币，这种没什么意义的事就不必干了。虽然我已经用正常手段突破斗帝，但是为了能留在这个世界只能压制。最让我放心不下的就是萧炎这个崽种。不愧是大人，突破斗帝之后看得更加透彻。随我去焚炎谷取一火。我摸秋之前因为实力只有九星斗尊，所以老是被人欺负，这次我学聪明了，耗时良久我终于突破一星斗圣，我倒是想看看这次还能有谁拦住我。我现在要对你们为所欲为，你们有意见吗？你知道我家小姐是谁吗？我堂堂一星斗圣，我怕谁？我直接无敌好吗？远古八大族看见了，现在都得递烟。送你一句话，点赞三言从不给。我住隔壁，我姓白。老了，我住隔壁，我姓王。这牛马开挂了吧？怎么笑到中州了？没见小爷高兴是吗？快点滚，我不和你计较。何人胆敢偷袭小爷？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？没错，我就是活得不耐烦了。竟然敢这么和爸爸说话。爸爸，你怎么又到这来了？今日没有本儿子的请安，身体可还好？等会儿，我在想这次怎么打你。我是真不想动手，奈何你笑得真的太猖狂了。爸爸说的什么话？打我还用您动手吗？爸爸，没必要这样吧。这烟花又是炸出一朵灿烂的菊花。我真服了，不过我已经在魂天地手上凭实力活下来四次，我果然是天选之人。